收拾。我们准备了两束小花，只代表我们作为学生应有的本分。谢谢花献朵。其实他有深度，我们的堂哥颤抖，为什么叫堂
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正向的一个推动力。那我们班这次的整个节目在整个流程里面让我很感动的一个，其实往往我们老师的一个感受度并不是就是说你吹奏的最好，你是最棒的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有很多其他的课题。当初在编排整个组别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班的花花，大家在编组的时候可能都会拉旁边那一个，或拉你觉得平常你觉得他的功力够的还是等等。那我们 A 讲说真的，他耳朵听不到，每次都是花妈妈从泸州载他来上课，这一点我们就要为我们的美梦成真所鼓励。当初在编组的时候 ，A 讲可能还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，同学也被抢光了。花妈妈就说 ：“A 讲我跟你同组。”那其实，在短期间的学习的这个氛围之内，花妈妈的那个黑管的声音跟技巧等等，其实都已经纯熟到位。可是，这我看到了学员之间的那个陪伴情谊，那个我是觉得，并不是你乐器学得多好了怎么样，这是人性的光辉的一面。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氛围，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。再来就是我们昨天去度假。那我听到那个素香姐姐说，哦，有一个未接电话好几通，这是谁？就是我们最帅气的主持人，在这个短短的一个礼拜期间，他每一个电话，每个学员都打电话给他，直到追到人，然后他会亲口的问你，你为什么来社大？你为什么来学黑管？你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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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里告诉我，那个大哥哥跟他聊了将近十多分，对，那我觉得。一个人的做事态度，任红的这种态度，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感染。那这一次做这样子的三班编制，然后全权下放，其实我们感受到更多，学习到更多，这是黑管班的这一部分很棒。再就是说，为什么给美花做一个无烟花的一个独奏？其实美花一直以来黑管吹的都是。真的很棒。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它点出来的是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也许他刚刚在这里吹奏不尽那么理想。那因为他这半年，我们 A 班、我们 B 班他都没进教室，因为他身体为恙，有在做一个疗程治疗。可是他对黑管的这个挚爱，他没有办法放手。那虽然他现在的体能比较没有那么强壮，所以黑管出来的声音其实是比较虚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班还是坚决的要给美花做独奏，我们跟美花鼓鼓掌。我们黑管班，那我们 B 班，堂哥已经把我们 B 班带了，已经是有声有色哈。然后大概今天看到盛清大哥，我们的阿尼迪，他在教室的一个吹奏，你会觉得可能很响亮。可是今天这样氛围下来，一个中年男人，然后抱着一把乐器，然后这样，我觉得很浪漫，很有魅力。盛清大哥就有魅力，真的。谢谢
那未来我们可以激荡出更多的一个美声。那期盼这一个夜晚大家都有很深刻的一夜，那我们就在这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如果有血有泪，你们就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多做一点点回馈，那多去鼓励鼓励一些你的学员，那当然在鼓励别人之前你要多多肯定自己，只要你继续练，你想要达成的目标，或者你今天看到的目标，或者甚至有更展望的未来，我相信我们都达得到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晚安，我们大家拍拍合照好不好？来，谢谢大家。